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在台东的鹿野高台，我现在正在热气球上面，云雾缭绕搭配一旁旭日东升，壮阔美景尽收眼底，游客搭上热气球后惊呼连连，开心的一天，好棒哦。台东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盛大举行，大批游客朝圣，使得台东的住房率一直到八月底都接近满载水位。这个周末呢，从礼拜五开始，台东的观光业者都可以感受到观光人潮回来了，饭店跟民宿的住房率都达到九成以上，有些饭店还达到100%。歌手佳佳优美歌声让台下游客听得如痴如醉，热气球配上音乐会，让台东出现两年来最大的观光商机。很便宜，整摊最便宜的，赶快来，小姐，赶快哦！老板热情招呼客人，忙到手都停不下来。国旅补助上路后的第一个周末，屏东垦丁大街被游客挤得水泄不通。辣妹站在花车上，趁着人潮最多的时候发传单宣传活动。同样人气满满的观光景点，镜头往北走，在花莲这里也有。吉祥物在船上劲歌热舞，花莲海洋公园寄出门票3折优惠，更首度与当地赏金业者合作，只要拿出乐园门票收据，就能全额折抵赏金船票。这个其实是在花莲在旅游业来说第一次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整合。旅游业者绞尽脑汁，搭配国旅补助，推出多项优惠方案，抢占疫后复苏的庞大商机。镜新闻综合报道。